喂，我回来了，妈，我回来了，大家好，怎么样？我把这删一删好了。为什么的电脑现在都是讨厌我还是怎样？为什么不能丢资源回收？可以的，不会啦。什么？猫飞很远吗？你要放在离岛吗？会合资帮卡莉换麦克风，现在其实也还可以啦。大家，你觉得这声音太遥远是不是？三月台剧应该会不错。三月，你说生日月嘛，太棒了。感觉我就是会一直乱吃东西，一天赚到两次台赚，追到两次台赚。好，我先把你们的声音关掉。先把它用小声一点，等一下哦。对，因为我怕那个 Finding Paradise 的声音太大声，耳聋这件事情让我来做就好了。你们会很大声吗？哦，干了。这样呢，好像还是有一点呢。这样子好了。这样可以吗？这样呢？这样，这样子呢？这样子有吗？几扣怎么只有三等？因为几扣不常讲话。应该不会那么快啊。很嗨哦。水哦。为什么讲得那么台？水哦。Finding Paradise 哦。啊，我的视窗嘞。这是怎样？有点丑，我要把它切得刚刚好，不然我觉得不舒服。好想吃麦当劳。YK 还没睡着 ，YK 这种时间，他现在应该上班吧？你今天上班吗？哦，没有，你今天放假。我要来，松浦先生。松浦先生，天啊！松浦先生，哪个松浦先生？是松浦弥太郎的松浦吗？等一下，靠背，好笑哦。我表姐把我今天去买的那个上海烤馒头烤焦，我都快笑死了。好，抱歉。我要来开个那个聊天室，不然我没有看到你们的留言。小朋友才吃沙拉，林北要吃快乐分享餐。OK。最老的初心者。我现在用小视窗，好小一个。不对，我不太需要开那个，因为我现在看得到。好的，寻找天堂，这是有点大声哦，真是有够大。怎么不能点？好像有点卡。
你们应该有看过类似的吧？就是这一间那个，就是工作室，像那个什么，A Bird Story 还是什么，6块7块买一送一。我上次好像也抽到6块，还是8块，忘记了，还是4块，忘记，应该是6块啦。它最多应该是6块吧。结果因为我不太吃鸡块，然后我也没去买。好的，有一只松鼠冲出来，而且还放大，还低像素的。哎，等，哟。我不知道玩多久，还快睡着了。好，搞什么？这样才能让所有人平安无事，包括那只松鼠。是他在开车，你可学着点吧。你听好，有时候不是他们死，就是我们亡。现在只有现在先保住自己的命，以后我们才有能力保护更多自寻死路的生灵。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的前言吧，就是他们会怎么讲呢，总而言之就是他们会让对方的，他们会接 case， 那他们的一些研究就是会让对方脚上实现他自己的，完成他的遗愿，或是他们可以让他回到过去，改变他的记忆，进而让他觉得他完成了，就是让他好走啦。对，这啥？嗨汪汪，这是游戏，这叫 Finding Paradise， 是一个，它算是 RPG 类的吧？是吗？卡莉晚安，晚安晚安，强尼晚安，早上还要打工，辛苦了，赶快先去睡觉。你该不会是7点的班吧？以理服人。醍醐灌顶，应该快到病人家了，我们可以先来点小吃，你不介意吧？哇哦，也就你会往杂物箱里塞满苹果。你知道之前玩到一半，它还出现 bug， 我完全没有办法，完全没有办法关台，完全没办法破台。圣诞节我还蛮适合现在玩这个游戏的。圣诞松树上的苹果，哈！你要是敢说出口，你难道不是想说松果？你刚说啥？靠北！我刚讲那么多话，我突然就不饿了。怎么感觉好像有玩过？没差啦，吃了啦。疱疹复发好像不应该吃白头老，好像也是耶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还是之后再吃吧。我那不想开。哇，瞧这酷炫的摩托车！为什么我们就不能骑这个上班啊？因为我们是来这边造访死者的，而不是来自寻死路的。当真体验了你那让人心惊肉跳的车肌肉之后，我怕是分不清两者的区别了。再说了，我们造访的分明是濒死之人，这是有很大区别的。行了，别管他了，我们手脚麻利一点。这翻译也是蛮……对啊，是没的。忍到最后一天跨年再来爽吃一波，可以耶，好像可以 easy 一下。商一下，好的，现在两个人是怎样？我们是要走路是不是？哎，真的哎，你要去哪？仪器在后备箱里呢，靠呗。你是说仪器后备箱里的东西？什么？算了，我就是要往这边走，怎么样？哦，好吧，骑车车，别碰它。说的好像都是你的一样，我在摸它，总有一天你会碰上油漆未干的。好啦好啦好啦，
我们事不宜迟，赶快那个，像黄瓜那样，黄瓜哪样？你懂的，黄瓜卷寿司。怎么啦？都听起来怪怪的。我要一个 S 线，往哪边走还不讲。便宜的小确幸，跨年没休假来干。那边有出水量超大的水龙头。小屁孩，死小孩不听话，干不要乱摸人家的车，抱歉。他叫 Potato， 他把我的泰迪熊踢进了水里。哇 ，Beach， 小小年纪 ，Amber 听起来就是，对啊，怎么啦？那熊有够蠢的，就像你的发型一样蠢。谁会留这种发型？那我要去跟你妈讲，谁会生这种小孩？可是妈妈说我的丸子头很漂亮，哈，也对，你这名字也是他取的。Amber 很叛逆，干有够嘴，哪一句有够嘴？你说 Amber 讲的话吗？别担心，我们会帮你拿回泰迪熊的。实际上还是交给我吧。为什么？你说为什么是什么意思？话就放在这边，这是我管定的。这什么自以为的那个、啊，呛发型又呛名字，绕个圈呛妈妈，真的是上年纪。我给他来那个好了，听好了，我不在乎你小时候被打多少次屁屁，你可不是他们的爸爸。退下吧，先生，我会在不被起诉的前提下处理好这件事情的。这应该玩前面那一个才会知道怎么玩呢、欸。当极了，逊毙了，三小啊，他真的是有病哎、欸。当然没门，托你的福，我受到的诉讼威胁已经够多了。我们继续走咯。幸好这不是寻宝游戏。不然真够我走。怎样 ?Sophia, 你好。你好，这里是来自西格蒙德的。这什么，他的名字怎么念啊 ?Rosaline, 还是 Rosaline, 还是 Rosaline? 随便。你们真的来了，不然嘞？叫我们来不就是为了要办事情吗？能让我们进去吗？摸摸你的脸，我会在门外等着你们的。搞什么呢？什么搞什么？你能感受到屏幕那头死气沉沉的气息吗？这个嘛，如果他和病人是夫妻，那他马上就要变成。啊，这个要直接念欸。如果他跟病人是两口子，那他马上就变成一口子了。好吧，可能是我想多了，可能只是遗产的部分有一点问题吧。欸，先生，你怎么走那么快？欸，你走太快。欸，要修，他这个是有算好 timing 的欸。哇，靠。Dev， 哇 ，Dev 感觉是、来这里实现某个人的夙愿。嗯，你怎么知道的？这是我这周第二次看到你们公司的人前来拜访了。这次谁呢 ？Colin Reed， 认识他吗？那个退休的飞行员。哦，是他住在顶楼。真是这样的话，就给他一个他应得的美好结局吧。好哦，你讲话都不那个玩的，这是酒吗？不是，这是大楼欸，也是，你们走路也是满满的。这几楼啊？他们走路有点慢欸，我不知道几点才可以玩完。老夫妻对吧？嗯？总会让我们的工作变麻烦，那也得看人。
我觉得我要玩到一半就要去睡觉。哇哦，哎，你好，还有 Watts 博士，对，我们是为 Calling 而来的，当然感谢你们的到来，这边请。我想去别的地方看看哎、欸。哦，这一层一户是不是？他为什么要这样子？他在干嘛？他叹了一口气，好可怕哦！告诉我，你究竟想改变什么？第一幕，看来还有很多幕哦。那我们今天第一幕玩完好了。他这个房间好眼熟哦，哈，您住的地方真古雅。Colin 在里面的房间，请跟我来。完全不打招呼诶，直奔主题，我喜欢。既然喜欢，可不是吗？因为我现在得赶紧把这个箱子放下。这里面这一间是不是？哦、看起来不太像欸。哦哦，有像了。哇，准备要死了，真是难过。Asher， 你们肯定是为我父亲而来的，要不然是为你哦，还是为你妈？不行，我是不是不应该就是这是一个很温馨的小品，我不应该这么的。就是这么的嘴，听到消息我马上赶来了，但我们不急着谈，你先把东西都放好吧，那箱子看着蛮重的，你看看连他都懂。啊怎样啊，放这边吗？你们俩准备好开始吗？哦，还可以四处看看是不是？棉毛裤，有必要连这个也看看吗？啊？什么、啊？不行看哦！你们两个要去哪？完全无法乱看呢、欸，好吧，不看就不看。没关系，直奔主题，没事。你们确定这里的电力足够吗？为什么所有人都这么问？他不会有问题的，真是的。不过嘛，你们也得做好来一场戏剧性大停电的准备。哈，我猜你们这里的电网比我们总部的还要稳定。你这话虽然挺让人放心，但也一样让人不安呢、啊。别这么担心，我们做这行挺久了，太久了。如果你问我的话，所以你们两个是认真吗？您是指？怎么了？你们真的可以达成他的愿望？我们一定会尽全力的，夫人。但我们总是能做到啦，因为。虽然这只会在他的大脑里完成，说的跟他能区别出来似的。你们知道吗？就是他们虽然他是完成他的愿望，但其实实际上是没有改变，只是他让即将要死掉的人以为他自己做到了。他不愿意告诉我们。他说做这个不会影响到我们，没有什么需要我们担心的。好吧，那听起来真的是一点都不可疑。好像上一集也是这样的，就是，对方想要真正想要达成的事情，另外一半不知道，或是他觉得他内心有什么秘密，另一半不知道，我们就要先去找到他到底想要干嘛。开玩笑，开玩笑的。不过讲真的，那些文件在哪里呢？
不应该在箱子里，不在，应该是被我放在车上了。哦，很麻烦耶，又要走过去，谁去拿文件有差吗？不都是我要去操作？哦，哦，用石头剪刀布蜥蜴史波克做决定。我更想一力服人。你忘了拿，所以你去拿。游戏结束，玩得不错，史波克。我不想要再拿。我升级了一下系统，这东西现在能真正做到自动配置了。这是医师，棒！这下能省些时间了。已经在干正事了，嗯？他们说，嗯？嘿，我记得你。是啊，有一段时间没见了。不过，难道不该是 Winters 博士和 Lin 博士接手这个病人吗？本来是的，但是他们刚好这回安排满了，我们就英雄般的挺身而出了。虽然其实他们今天根本没事可做。我猜你们这行的永远都掌握不了具体的工作时间。总之不用在意我，我只是要检查一下病人的身体状况。我现在是要干嘛？新涂装，你能注意到真是太好了。起码有人得让它看起来漂漂亮亮的。所以我现在要干嘛？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吗？我打算下楼去拿点东西，不过 Rosalind 博士可能需要你帮点忙。我还是要移动哎，我的妈！你也别忘了先去 Colin 的医生那边拿病患监护仪。这点应该有点用。好的 ，Colin 的心率监视器已被激活。点鼠滑鼠右键。来存档一下。哎，有自动存档那种东西耶。想睡是正常的吗？我现在想睡觉，不想玩了。我想说大家也都不在，我现在关台也不会有人发现的。这楼上也想上去看看欸，他们的那个也是蛮大的。什么角色切换，又有剧情啊。你有没在瞎说，这玩意确实在自动配置。现在还能自动配置了？是啊，显然新涂装不是唯一的升级项目，而且这大概意味着我时间在屋子里先逛几圈了。挺好，那我也该像真正的医生那样去监控一下病人的状况了。玩笑话，玩笑话。好的哦。错，想睡觉了。他怎么知道我要去哪一楼？他没有给我按楼层欸。哎呦，他又在闹他了。彗星一击 Amber， 让我静一静。你的泰迪熊哪去了？骗人吗？真是个傻小鬼。嘿，数值。嘞嘞嘞嘞嘞。这是有够吗？有问题。现在我是要干嘛？固态一氧化二氢与剧烈氧化之歌。然而他们也屈服在致命的创伤下，虽然他们是最后的。
我想睡觉。卡莉想睡觉，他想要讲自己的名字。已经完事了，你们该不会是眼睁睁看他死吧？讲话真的很不会讲哎、欸。我要等一下存档，就关掉了。好像虽然我不是第一次这么晚睡，但是最近谁要上路了，亲爱的？您刚说什么，女士？从外套和商标来看，你们是来自西格蒙德的。如果你们来了，那一定是谁的大限到了，也是够准的。Colin Reed， 您认识他吗？原来如此。我们和他们两对夫妇啊，以前都在这边散步，请为他尽全力，亲爱的。这几年间，目睹身边每个人的离去后，想不这样也很难了，好难过、哦。话说回来，那种体会你们应该也最清楚不过了，是没错，好难过、哦。就是你老了之后，很多朋友都离你而去，大家也都老了。但是这是怎样？不能过日子。这造型是怎样？最近不太常在三，这三点到还没睡觉。嗯，我是要拿什么？反正就是东西就对了。不会吧，我是不是把它放在办公室了？太夸张了吧，我不想开车欸。 Hello Rox， 是我 Leo， 还在隐藏你的来电号码。收到来自未知用户的电话，简直就是恐怖片的情节，你懂的。是我不好，我下次会关掉这个功能的。不要，我爱死这悬疑气氛了。每次我都感觉像我是不是被诅咒了，联邦调查局的人是不是来找我了，那种刺激感无穷无尽。好吧，总之是这样的。你是不是还在办公室？我觉得我把病人的档案放在印表机上了。哦，了解，明白，收到，没问题，稍等片刻。嘿，你拿到那份档案了？我觉得我把它……你什么？别慌，我给 Rox 打了电话，他会找到他，然后用扫描仪发过来的。好吧，这次留点神。你找到他了吗 ，Rox？ 是啊，毕竟他就放在你的桌子上，太夸张了。我的桌子，你在我的房间。不管怎么样，你是怎么进到我的房间呢？我锁了的。嗯哼，女孩子总有自己的小技巧的。我觉得她一定会碰吧，乱碰乱碰。哎呀，竟然有奇怪的门，而且他竟然还可以看得到。你俩没落下别的重要物品吗？对，伊娃现在正在配置机器。外面天气如何？嗯，什么？外面天气适合开车吗？我猜还不错，赞！我觉得我可以亲自过去把答案交给你们。什么？为什么？直接扫描它，然后把副本发过来。这个嘛，我今天都没有病人，而且这里可无聊了。总之别担心，我会在你们两个搞定之前到那边的。两位一会儿见。
真是的。好吧，这应该要走回去了。这边等一下来存个档好了。现在换我了。好，不行，这样倒了，快睡着了。这为什么可以那么？这我才刚玩没多久哎，我大概才开个几分钟嘛，我就很想睡觉。他们在一个游戏的那个 tempo 是这样子，我自己觉得啦。它不会让你，就是也不是那种解谜游戏，你需要去探索或者是去解谜。可是他们的剧情都还蛮大的，对，我觉得对话主要是对话吧，对话就是还蛮多东西。通常他们都会把就是故事的情节、剧情啊，还有人物的描写都放在对话里面，或者是一些就是反正就是文字类的。嗯，太棒了！我先去刷个牙好了，先听个歌。为什么？
喂，各位晚安。亲爱的各位，我要去睡觉。我因为我很想睡，那发生事。汪汪，你不是在开台吗？哎，那这个音乐是没在放，是不是我很小声？好啦，游戏的锅，没有，我真的想睡，好夸张。好啦，三点了，因为最近想要就是早一点睡，所以就慢慢在调。之前就是可能这个时间睡，然后后来就变成大概一两点就会去睡觉。因为今天突然又暴增，好难过，不行，我真的快睡着了，我真的很累，我不理你们了。脚趾撞一下桌子就醒了，没有，不行。我刚来你就关心姐，你不是在开台吗？才没有好不好？我刚刚就有说我要关了，我还去刷牙洗脸。晚安，几颗会早点睡。哎，几颗在台湾吗？图片资源，理解我在电脑前睡着的感觉了吗？没有，我还是可以清醒的讲完话，我不会直接断电，毕竟我现在在开台。我是去盘逻辑。什么？你用牙膏洗一下眼就行了。在台湾，突然迟疑了一下。嗯，你在台湾吗？嗯，对，台湾。好啦，吉科早一点睡。不管你的时差怎么样，就是你在你的时区早一点睡。好啦，大家晚安。好啦，真的是很想睡，因为他那个工作室做的游戏都步调很慢，然后文字又讯息量很大。只是好处是不用，就是也不是好处啦，就是你不用动脑，不用解谜，就像看故事一样，只是你要一直的去操作人物等等的。再加上，就是我觉得他们的小视窗，就他们的那个人物的走位，比较难去看哪边可以走，哪边不能走。那也算是成长，他们的游戏后面做的蛮精致的，就你会不知道那边是可以走还是不能走，然后你就会绕远路，就会花费很多时间。你好像蛮舍不得关哦，没有，我要关了啦。好，大家拜拜，晚安，我爱大。